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朋友都有乳腺结节和增生的情况，但是它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对付。想要远离结节，除了不要熬夜、不要生气之外，还要多运动。适当的锻炼对身体的机能是非常有好处的，可以做一些扩胸运动，还有肩周运动，促进上肢的血液循环，可以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。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套乳腺保健操。第一个动作，首先自然站立，两脚并拢，右脚向右侧迈出一步。同时两臂侧平举，接着腿收回，两臂落下，在体前交叉，接着再向左迈出一步，两臂抬起，侧平举，然后脚收回，两臂在体前交叉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，这样连续做30个。接下来分享第二个动作，还是一个站立的姿势，两脚并拢，右脚向右侧迈出，两手在胸前拍一下手，然后右臂伸直，左臂曲肘指向右侧，右脚收回，在体前拍掌。然后左脚向左迈出，左臂向左伸直，右臂曲肘指向左侧，然后返回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。左右侧各做一次，为一个动作，共做30个。动作不要太快，也不要太慢，经常练习可以促进肩周血液循环。如果觉得30个不够，也可以增加数量，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。保持自然呼吸，不要憋气。下面我们来继续分享第三个动作，还是保持站立的姿势。两脚稍微分开，食指在腹前交叉，手心向上，然后两臂抬起，举至头顶，同时右腿向左后方点地，手臂放下，然后左腿向右后方点地的同时，手臂再举起，然后返回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。在过程中，手指始终不分开，手臂尽量向后举。这个动作同样是做30个。这套乳腺操可以让胸部肌肉以及韧带变得更好，可以促进血液的供给。要注意每个动作要做到位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儿。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